这是前不久武警遵义支队童子中队在木瓜镇抗洪抢险时发生的一幕。由于连日降雨，突发山洪造成多处公路损毁，居民房屋被淹，被困群众正试图横穿湍急的水流。当时看到的对面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，他当时神情很紧张，他也尝试着过河，但是脚一踏下去水之后啊，他感觉自身重心不稳，他又收回去了。眼看着群众要冒险过河，中队长刘斌迅速做出了解救被困群众的决定。我是一名党员，在这种危险面前，我必须冲在最前面，我不想把危险给我身边的战友。当时回头我也给这个新兵讲，如果说我被洪水冲走了，你们不要来救我，我有信心能够自救。武警战士面对洪水绝不退让，为受灾群众踏出了一条生命通道。他们临危不惧的处置能力究竟是怎样练成的？接下来我们就从武警特战队员的一次考核中寻找答案。等一下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啊！我们要失误，然后注意好，准备好啊！你下来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没有？下来就是感觉它是要心平气和，越重它越往下沉。对，那个下来的时候注意不要紧张，加油啊！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索降训练，而是从预备队员转正成为特战队员的选拔考核。成功与否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。此次考核排名优先之后，优先选择班级和专业。下面我将特战排需补助的专业给大家明确。一班还需补助两个侦察员，一个狙击手，一个副班长。二班还需补助考核后，16名预备队员将根据成绩排名挑选出5名侦察员、3名狙击手和1名搜排报队员、1名副班长。一个侦察员，一个副班长。想去接触这个侦察，了解一下，比较吸引我嘛，算是一个比较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特种兵嘛。因为这个专业比较有挑战性，大家其实对这个侦察还是有点不敢怎么挑战的。侦察员名额只有5个，但是和刘占辉一样想法的队员不在少数。刘占辉来自执勤中队，特战素质并不占优势。16个人中，他知道特战综合技能最出色的就是来自机动中队的刘林。我个人喜欢侦察专业。侦察里面是全队的核心所在，因为他要侦察他一个窝点里面的那些情况，还要绘制那个情况图，还要驾驶无人机操作，才能万无一失进入侦察专业，就必须要考核的时候进入前5。昔日的战友，如今的对手，为了进入前5名，能够成为侦察员。刘占辉暗暗把赶超的目标瞄准了刘林。
们进行入队前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院内基础科目和野外单兵战术，考核采取连贯作业实施，科目要求大家是否明白？明白。第一名，出。按照抽签顺序，特战队员依次考核，刘凛抽到了第一个。第一项考核便是颇具杀伤力的2公里武装越野，要求队员背负13公斤背囊，携带步枪、手枪及个人装具，按规定路线行进，然后完成18米攀登。在跑完2公里回来之后，不是要爬大绳吗？然后爬的时候有个失误，就导致我特别紧张，就耗费了很多体力。在完成越野和攀登两个体能科目后，刘凛进入第一个技术科目，目标引导的考核。爬上去的时候，拿笔的手都是抖的，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写了。这个科目主要就是计算目标的经纬度，但此时刘凛的体力急速下降，计算出现了偏差。在跑的过程中，我看他就有所出现一种疲软的状态，然后从那里上障碍场的时候歇了好大一会儿，然后双手撑在膝盖上，然后感觉他就有点体力不支了。看到体能一向很好的刘凛都因为体力不支写错了答案，刘占辉调整了比赛思路。体能科目都拉不了时间了，还主要是那些加时的东西。我攀登和跑的时候再慢一点，或者障碍的时候再慢个，每个都再慢1分钟，但我其他科目都没有加时，我觉得这个科目也是这个时间成绩也是可以的。考核前，刘占辉一直对自己的技术科目很有信心，甚至想要通过保存体力在技术科目上拉开与其他队员的差距。可是他却在第一个技术科目中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，就没考虑那么多，没有校准那个制备针。我之前就是上去之后直接就开始测量了，我以为前面都那么多人用过了，然后我就没有浪费时间去校了。因为没有校准仪器，直接导致计算结果出现了偏差。刘占辉在目标引导的考核中并没有占得优势，相反被加时了60秒。我还是觉得有点草率，因为我对自己那个目标指引觉得还是太自信了。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体能和技能穿插考验，一直保存体力的刘占辉进入反恐考场。此时刘凛还在进行侦察图绘制的考核，因为不确定目标位置，刘凛正在反复切换图标，脑袋已经开始出现晕厥了。如果我前面把体能分配好了，到后面也不至于自己思想上的放空。你画的时间是比较快的，3分21秒，然后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指南标是不可以有的，我们整个的作战行动中它必须要是指北标，所以你现在画的都应该反过来，这样才是对的。明白。刘凛在技术科目中频繁出现失误，导致加时不断，那么一直对自己信心满满的刘占辉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这个电路的原理我都晓得，它是接哪根线接哪根线，
然后这次也是一个优势，就是它好多爆炸物摆在那里，那个线头都是裸露出来的。如果就是正常的话，应该也能快个一分钟吧。他个人综合素质，但每一样都不是很差的，特别是动手方面，挖毒啊、侦查这方面，还有体能方面，但是都是比较好的。只要每一个科目连贯起来，正常发挥出来，那名字都是可以靠前面的。在随后的几个技术性考核科目中，刘占辉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五一科目产生加时，顺利地完成了考核。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考核，队员们也得到了他们阶段性的成绩。下面宣布院内考核成绩：第一名史佳伟，第二名梁仁胜，第三名韩磊，第四名刘占辉，用时48分46秒。院内考核，刘占辉成绩排名第四，而刘林却因为加时太多排在了11名。希望大家在考核过程中发挥正常水平。有点意外，我想到了自己可能会被罚死，但是没想到最后总时间跟总用时会差距这么大。对于大热门侦查员选拔来讲，5个名额排名11位的刘林差距已经很大了。而排名第四的刘占辉虽然暂时入选，但他知道接下来的野外实战考核才是他最大的短板。接下来刘林将如何运用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实现逆转？刘占辉能不能保持优势最终入选侦查员呢？野外实战考核比拼继续。刘林，下面由你对北侧红色房屋进行极近侦查，开始记录。走。接下来队员们将要进行的考核是抵近突入识别射击，要求队员听到口令后第一时间进行抵近侦查，报告敌方具体藏匿位置，突击组成员交替掩护，隐蔽接近。突入陌生房屋内，对距离3米远的劫持人质靶进行精准射击，举枪、瞄准、击发，几乎在一瞬间。那一套动作必须要在1秒之内完成，然后再瞄准击发。就那天考核的成绩来说吧，个人感觉还相对来说还可以。这一轮考核，刘林凭借着出色的侦察射击能力圆满完成考核任务，成绩也由11名提升到了第8名，这让他对接下来的水上求渡和救援科目更有信心。其实跟前五的差距也有10多分钟，所以我就如果必须要选侦察专业的话，我就要把精力寄托于下一个科目，水上科目。因为另外15个人，水上科目有优势的不多，一个碾压性的状态，必须要100%完成。在野外的话，我们就穿着装具，全副武装再进行求渡。现在根据他的排名的话，冲进前五有可能，但是难度比较大。这是队员们第一次全副武装进行求渡救援考核，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，而刘占辉更是对自己接下来的考核忧心忡忡。方向不要游歪了，按照动作要领来。对自己的游泳没有太大信心，那种训练的时候，还是跟那种拉到实地那种不是很一样。只要有弱项，那都是致命的一击，敌人就会抓住你的弱项来打击你。没到最后一个，谁在前面都不知道，谁胜谁负也很难说，绝对是背水一战的。
OK 了没有？好没有？看好没有？往下面喝了一口水，感觉这个脚根本没有办法碰到底，然后就有一点慌，然后我就回头找这个救生圈，我发现越动它越往下沉。然后这时我们班长就在上面喊嘛，深呼吸，冷静一点。然后我就手和脚就不动了，然后他自己慢慢就浮起来了。当时就，可能心里的那种恐惧就瞬间就没了。放松，放松。对，好，慢进来。手不要这种抓反了，转过来。对，对，这个绳子只要你手不松开，绳子是不会往下滑的。因为第一次考核出现操作失误，这一次班长秦大林给刘占辉反复强调了动作要领，那么他能够成功索降吗？根据考核科目要求，队员战斗着装从30米高的桥上索降至水面，然后按规定路线完成100米球渡，期间队员由于体力不支或无法完成，呼救停止则视为主动放弃，并加时360秒。对，拉起身份。对，准备，开始。这一次，刘占辉顺利地完成了索降，但是和一起出发的刘凛相比，下降速度明显慢了很多。对，加油！刘占辉，加油，加油！对，注意好动作，调整好呼吸。不要紧张，放松。开始求渡后不到5分钟，刘占辉的游泳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慢慢往前，加速了。对，不要放弃。就在刘占辉筋疲力尽、停滞不前的时候，刘凛已经接近终点。当游到还有离入岸点还有10米的时候，我回望看到刘占辉还在原地，然后我就知道稳了。最终，刘凛凭借娴熟的游泳技能率先完成了武装球渡考核，这也让他的综合排名又向前进了一步。然而考核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队员们还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水上救援科目的挑战。因为这个科目呢，对于特战队员真正的战斗力的生成是很至关重要的，尤其是近几年我们也是作为遵义地区抢险救援的重要的一支力量，我们多次的遂行抢险救援的任务，那对于这样的能力来说，不会游泳甚至不会武装求渡，那基本上就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。水上救援考核要求队员身上携带救生圈、拴救生绳，入水行进30米，对水中假人实施救援，完成救援上岸报告，考核作业限时5分钟。准备，开始。因为我当时是第一个考核的嘛，所以说我就想把第一个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，先把时间拉开。水上救援科目考验的不仅是队员的游泳技能，更是对他们水上反恐和应急救援能力的综合考核，是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备的技能。你们牛二娘，加油，追逐要领。很快，刘凛就成功给假人套上了救生圈，开始拖拽上岸。那么，他的救援动作是否标准呢？溺水人员他的思想状态和他的这个神智是不能跟常人来比较的，他是完全模糊甚至是疯狂的，他只要这个接触到能够抓住的东西，他就死死地抓住。
所以我们在救援方面也是，这个第一个不能直接接触溺水人员，要先以救生圈或其他的漂浮物先接近他，让他先抓住，我们要从他的这个背面或者是后面，然后这个拖拽他。此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刘占辉，因为此前武装求渡克木的失败，所有人都以为刘占辉会直接放弃水上救援，可没想到稍作休整后，刘占辉又出现在考场。那么这一次他能完成考核吗？觉得从之前那个岗位然后走出来了，然后自己要好好的为自己拼一把吧。我觉得可能特战的青春才能最具有那种意义。救援距离30米，准备开整。保持住，1分半，还有2米。还是我不甘心，那个根本够不到他，距离那么近，相当于胜利的果实就在前面，根本够不到他那种感觉。救援任务较上一次进步明显，希望继续保持。是。下面宣布特战队员入队考核前成绩。虽然在水上救援考核中刘占辉失败了，但这一点点的进步让他明白了，只要坚持就能实现自己的特战梦想。第五名刘林。经过严酷的考核，刘占辉和刘林都如愿以偿，选到了自己喜欢的侦察专业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们将从老兵手中接过钢枪，怀揣忠诚和使命，经历一次次摔打和磨砺，向着心中的特战梦发起冲刺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必将破茧成蝶，不惧任何挑战。刘林，你是特战排第58名队员。是，我是特战排第58名队员，我的代号为烟烟。我是特战排第59名队员，我代号为奎斯。我是特战排第60名队员，我的代号为秃头。永远铭记自己的名号和代号，群山耸立，我